上鱼群了吗？哇，这是几只呀、啊？都数不过来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反正很多很多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哎呀，这个腿好细呀、啊！一只，两只，天哪，三只，四只，哇，天哪天哪，这啊这个还拽不出来，天哪，再拽，腿不会要断了吧？哎呀，这个还要跑，哪里跑？一二三，哎呀，这个吸盘呀，吸的太紧了。看这里有条什么鱼？嘿，哦，天哪，这个，哇塞，这是一条大鲈鱼。啊，这上面这个背上这个，哦，扎手。哇，这个可以哦。哦，它啊，哎呀，这么大条鱼，我怎么舍得放走啊？我去，带走带走，回家吃了它。要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，我就想说，在海边还能叫外卖吗？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外卖的盖子啊，好饿呀，肚子咕咕的响。哎呀，有没有人给我送外卖呀？带走吧。看看看，哇，这边有一只鲍鱼，哇，啊，就是长得颜色有点丑哈，有点老靠。哇，这个鲍鱼，你看。粘的太牢了，都撕不下来。天哪，这个爪呀，这个是纯野生的哦，这个可贵了，哇，发财！哇哇哇，快看，哇，这边还有一只，哇，今天这真的是发财了呢！天哪，真的是捅到鲍鱼窝了。哟，你看它在干什么？在转圈啊！哇塞，我第一次见活的哎，银角大王！哇，这个是银鲳鱼，天哪，我都舍不得碰。银光闪闪的，好漂亮呀！我去，你看这个眼睛，咦，这个嘴巴萌萌的，哇，可爱吧？哇，我拿你如何是好？它可爱到犯规呀，我都舍不得带它回家。我就想让它在这自由自在的，放生吧，好不好？哦，你看，哇，它听懂我的话了，很开心哦。让它在这待着吧，不带它走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嘿，它回应我了。哇，这还是一个，也，哇塞，这跳高，这不能说是一个小宝宝了，这个头也算可以，哎，嘿，太可爱了，我舍不得你，露头了，露头了，看到了没？一个大海螺，哇塞，哇，这个肉，哦，好紧哦，拽不动呀，哇，这也太有劲了吧，哇塞，哇塞，这个满满的大肉，看到了吗？哇，这个咬起来我估计也很筋道，一看就是个练家子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再往前找找。看我看，哇，快来快来！哇，这边发现了两条闪光鱼！哇，你可真是没错啊，叫你傻的鱼真是没有错了。这个鱼啊，在我们本地啊，又叫它傻的鱼。你看看，人站在这儿它都不跑。你看你看你看，你还想去哪里？你是不是傻你？是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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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哪了？坏了坏了坏了，钻缝里去了。坏了坏了坏了！哎，一条，还有一条，还有一条啊！等水，在这儿呢。我就说你缺心眼吧，你还不服气？嗯，亲一个。嗯，哈哈。哇，刚刚一脚差点把你踩碎了，你躲在这儿干嘛呢？这应该是退潮呀，搁浅在这儿的。你看看，哇，它这个嘴唇，这个舌头这么大呢，嘴唇这么厚，我可不敢用手去碰它。看，一二三。哈哈，你看，让他表演一个吃贝壳。哇，这个头也太大了吧，大毛蛤蜊。你看，这里啊是一个废弃的养殖区啊。这个墙里的钢筋好粗哦，底下应该还有好大一截。最近手头有点紧，能不能把它搞下来卖掉？感觉要赚翻了。天气冷了，这海星都不愿意下水了。哎，拿回家，带回去，做个标本怎么样？你看，啊，这个像不像一个山羊脑袋啊？哎，像不像？好可爱哦！你看，都是鲜活鲜活的。